我们现在呢在冰河湖的入海口的这个位置。那么冰岛呢有两个冰河湖，一个小一点，我们待会呢会坐船去进行游览，然后这个大一点呢我们在岸边来拍摄这些冰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在冰岛的冰河湖进行拍摄。我是摄影师张千里，欢迎大家跟随我们原来这么拍节目，一起揭秘摄影师的拍摄现场。啊，这里呢是小冰河湖，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用索迪亚克这种游船的方式呢去近距离接触这个冰川，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体验。那么现在呢你会看到这个光线呢不是特别的好啊，又开始下一点小雨。那么像这样子的一种环境的话，如果你要用那种很鲜艳的那种纯彩色的那种表现方式的话，可能相对来讲会弱一些。那么我在这里呢尝试着用黑白的方式，用低饱和度的方式都去拍了一些。其实我们在旅行拍摄的时候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根据现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啊，现场的光线来调整我们的一个拍摄的思路。那么因为现在的整个光线的反差非常的弱，那么其实远处的这些景物的话，它看起来朦朦胧胧的，所以我们在构图的时候最好呢是在前景增加一些深色的物体，来增加整个照片的一个反差，同时呢它也能够让我们的照片感觉空间层次感会更好一些。要注意控制前景和背景之间，它一个是距离上的关系，第二个是它是不是会重叠。那么在曝光方面，我为了增加这个天空当中这个云层的那种阴郁的感觉，我把曝光补偿减了大概 1.7 档左右。那我们在拍摄这些浮冰的时候，要有意识去寻找一些线条，或者是它一些独特的一些形状。那么刚才我在拍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些浮冰连在一块，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然后这里过去又是一道斜线，那其实这两方面的角度都可以把它给拍下来。好，我们再往前面走一走，看看那边有没有一些更有意思的画面。其实刚才我们看了那边是一个大的冰河湖，那么那些浮冰的话呢会随着港口慢慢的就飘到这个海面上来，然后呢会被这些海浪再推回到沙滩上面，然后你会看到有挺多的这些冰块。那么我们作为摄影师的话呢，可能会更喜欢在这里进行拍摄，因为呢它能够拍到海水的这种动态和冰块是一个静态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并且呢是白色的冰块和深色的这个沙滩之间它也有一个对比。那么器材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有一台全画幅的机身，然后呢有一支16毫米的超广角的镜头，插上快门线。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滤镜系统，我们待会呢会安装上一片4档的一个中灰滤镜。那么在现在这个光线条件下面的话，这个中灰滤镜能够把快门速度压按到差不多1秒钟左右。你要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去寻找一些有形状的，或者说它的线条比较特别的一些冰块作为前景。这块冰还蛮特别的，完全是两种冰，你看这个很光滑，那边就像很多的这种碎的冰渣被压在一起那种感觉，而且它感觉像是一条鱼，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拍一下。好，现在已经有点下雨了，我感觉滤镜上面可能会沾到一些雨水，要来检查一下是不是 OK。 啊，果然有了。然后我呢准备了一块擦镜头的布，专门用来对付这种情况，把那些小的雨点擦掉，要不然你再花心思一张片子都毁在这些雨点上面。好，天空留的空间给它少一些，因为我们的天空现在不是重点，然后把焦点放到鱼的眼睛的位置。 OK， 完美。哦，快点摁快门。那我用遥控快门的话呢，当海浪打上来，
淹没了这边的，我站在这块地方呢，我其实还可以往后退，然后呢用这个快门线来遥控它的拍摄，这样人就不会湿了。那么其实我在这里做了很多次尝试，我会发现快门速度在1秒钟左右，它的这个虚化的效果是最漂亮的。这有的时候我们用慢速快门拍摄，并不见得一定要用特别慢的快门速度，比方说你在这里曝光30秒，它可能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效果，因为每天每时每刻光线的强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控制到这样的一个快门速度的话呢，其实你需要准备各种不同档位的中灰滤镜来应对不同的光线条件。哎，这块不错啊，这个上面千疮百孔啊，有点像那个什么太湖石那种感觉，来观察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海浪来吧。好，来了。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要器材是一方面，技术是一方面，那么还有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观察力，你怎么样去找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或者说特别独特的，然后把它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去拍摄下来。我是摄影师张千里，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摄影揭秘，原来这么拍你也可以做到。